现在监狱在关跟以前三十几年前在关是不一样的，三十几年前那个关可能 痛不欲生了，啊，你现在关可能是可能比较讲到痛不欲生，上面都痛不欲生，因为三十几年前哦，刚戒严还解除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警总还在管的时候，我也拱不会啊，可是他被关，他就叫可乐啊。不是，但是可能现在应该警总已经没啊，已经拢改啊，已经没啊，现在较人性化。迄阵你关的时阵，我拄啊开始时阵吼，我第一抓我印象深刻，吼，全潜规则啊，上面有全潜规则，都一挂规矩拢犯人家己定的。哎，譬如讲，就是你，譬如你的床位，要怎么换，或者是说，我印象上深的。有可能咱会客菜一包两公斤嘛？会客餐，会客菜，会客餐。比如讲，阮厝的来家会客一包菜，光到位。里边可能有一只鸡嘛，你就吃到一个鸡屁股。吃到一个鸡屁股，你做袂歹啊。拢你菜拢人家你分配，对，就足侪代志，唔是你家己这样做主的。哎呀，把其他分好像。不啊，都因家己搬烂啊，系啊，有伊的亲友啊，就来。你讲狱卒吗？就是一样是受刑人，但是他可能就是接干部啊，干嘛的？他们这里面有，他们其实是有阶级辈分。然后我钱卡里边，我一个月，比如说家里给我寄8000块，我可能自己花不到1000块，那都被他巧立名目帮你开掉了。然后像最后一次，我最后盖的看守所嘛，拄到这个代志啊，我直接这件代志我就爆发，因为我刚。我感觉是，这个法务部已经这件代志已经这卡要自己写，已经宣布将近20年，竟然还有开黑卡。上面有时候卡自己写，这你要买物件，伊先写3年单，对。啊，这物件你买啥物物件，你要亲笔写，对。啊，你要家己签你的名，对。啊，你要为了印证，你还要自己盖印章，对。但是，佮今仔有的感受，就是没有完全落实。没有完全落实，完全落实会有什么弊端？会有什么弊端？就是，我的钱叫你开去啊，你买啥物件，你用我的卡开，经验，这就是潜规则，啊，够不？啊，还有床位安喏。有诶，你我讲完这是便所边啊啦，哎，便所边，就新修的便所边啊，我今日我有诈钱入来，我厝诶有回客，我搁爱甲恁洗碗。服务就是一直服务，然后就是，比如说新手以前，但是现在不会了啊。现在就是会这块，谁挖个谁杀，这以前没有人会抢，现在有人会抢，因为有代价了嘛。啊，困你便所边也叫用喷掉无？给减啦，就是喷掉是无啦，开玩笑。你特工吼，你比如讲一班10个，十个人去放尿，为了下过去该困。困到开了个醒起来，你规暗拢免困啦。而且那个冲水，冲水也有声音。然后最难受的就是，因为你越挖越便所越近，那个尿骚味会更重。而且还是那个睡那边的要处理，要清。对。什么人困呀？一般新收的啦，新生的。就是新收的，新收的就是菜鸟。对。阿伯的是禁酒，就是犯比较不名誉的性侵，性侵犯，对，禁酒，我们都称禁酒的呀。啊，禁酒会用修理哦？较早是修理个真严重，但今仔吼，今仔我当然我拄啊讲吼，法务部吼就是他一直在改，比较人性化，而且禁酒给你扣几工场，你要扣的是禁酒，只有禁酒。正常人扣袂掉，因为那个新闻一出来，判决书哦，一看人就大约啊，知你犯啥物啊，吓人神共愤啦，吓啊，甲你拖来房来算一下啊。关于10个便所边，迄个就是菜鸟啊。第9个，迄个就是金蕉的。第8个是啥物啊？啊？第8个干嘛搞代号？啥物第8个？就距离厕所的远近啊？哦，没有啦，这个那个是房长在排的，房长在排的，相处久了，然后看跟他的交情啊。房长是上面两座，房长就比较资深的，较资深的。啊，那李朝清的温当过来啊？李朝清是谁？我拢不来看新闻，拍什么？钱个无讲。
哎，现在是关经济的。其实他现在里面有的甚至于关十五六个、十六七个哦，进规堆，人满为患，困45公分、45公分这样子。哎呦，啊，但是有钱，有钱的就有名的吼，光碟案，性侵的了。现在今嘛吼，本来拢甲一寡那个酒驾的啦，无为了关到底呢。嗯嗯。咩特殊啊？老母有钱，嗯，逐礼拜回去，逐礼拜大餐，逐礼拜回去安尼。嗯哼。今嘛身体练甲直接敢那咸的。啊。过了真爽。啊，伊免免让大家关吼。现在判足久足久的。现在都在做花灯。做花灯。哎，听说现在都配到那个花灯。现在真有名嘞。好贵了，对吧？现在真有名嘞。那。哎，那个金蕉的拢安怎处理？你要讲来就来算一下呀。你要那个算？我玩过两次啊。这第一次是在那个未成年的那个看守所。哎，就是我是在旁边看，我是提物件而已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啊。他说什么？哎，他叫我名字啊，你拿那个牙膏跟牙刷给他。嗯哼。然后叫他坐在马桶那边，就是。想办法榨出那个草莓奶昔啊！哎，如果破皮，哎，如果破皮，牙膏是白的嘛，然后有血迹就变粉红色，就草莓奶昔啊，对，草莓奶昔，就是榨出草莓奶昔出来就可以停了。啊，第一遍呢？第一遍那个是我自己发明的，我就加坐在，因为我们都坐地板嘛，坐在墙角，然后脚打开90度嘛，就打靶，怕胶啊，然后就在对脚的地方就一直射啊，然后射完了之后还叫他，你帮我把那个橡皮筋再收集过来，他以为完了啊，然后说来继续，多少买啦，多少买啦，就停。啊，你来哪来橡皮筋？有啊，这个我们的。工厂作业的时候有很多橡皮筋啊，要去收集起来啊。是是是是，新闻哇哇有 YouTube 频道喽，请大家搜寻新闻哇哇哇，或者扫描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请大家继续分享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